给您拜年了。街坊邻居们，记住了啊，晚上9点看辽视春晚，同时打开抖音火山版。几点记住了？9点呐。为啥呢？有超大红包雨，百万现金等你抢啊！百万现金，几点？哎呀，我们小区的居民是真聪明啊！另外，咱们小区的王小倩跟我说呀，要在小区办一个家政服务公司，让我帮着给申请一下营业执照。我一打听，咱辽宁网上就能办理。昨天我就把材料传网上去了，人家马上打电话说办下来了。这事儿我得赶紧告诉王小倩。哎，二虎，哎，二虎，别追我干什么玩意儿？别跑，二虎，哎，二虎，我爱你。哎呀，你这是，你看啊啊，营业执照这么大个事儿，你都给我办下来了，你是头的冠军呢。王小倩，营业执照这个事儿，你真是好好的得感谢感谢我，那是我托人给你办的。我也托人了，没好使。你托谁了？我大姑父，赵刚子。嗯。大过年的别提赵刚的晦气哦。我回来了。你看他那个晦气的样子。你瞅瞅，你瞅瞅，起开。倩儿啊，哎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营业执照批下来了。哇，下午大姑姑陪你去营业大厅，咱们取去。哎，什么就一惊一乍的呀？那营业执照是你给办的啊？啊啥啊？给他看看，我们都取回来了。呀，怎么回事？这营业执照是我托朋友给他办的。瞎说，我跟前辈们网上给他办的。哎呦呦呦，还给我表演呢！我这朋友就在咱们家呢，我把他请出来，我吓死你！我来吧，有请我的好朋友。我旁边这个煤气罐子，把你的脚抬一下，你踩我军钩子上了。大姐啊，说你呢！哎呀妈呀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浩哥，来，浩哥来，那就不能看着点吗？哎呦我的天！哎呀，哎嗨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大姐吧，啊，看见没有？这派头子，这就是我的朋友高人。还高人？这也不像个人呢。你傻！来来来，介绍一下啊。哎呀，浩哥啊。不仅帮王小倩啊办了这个营业执照，而且啊这一堆那一块的全都好使啊，你们个人有什么事找他全解决啊。你妈太好，说的是什么话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一堆那一块的捡破烂的啊？鄙人张浩，现任辽宁省办事大厅厅长兼有关部门掌门人。你们有啥办不了的事儿跟哥说，分分钟给你解决。哎，那个浩哥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人把我整成柳岩那么辣？这好办呢，多吃辣椒。不是那个辣椒的辣，是身材火辣的辣。分分钟哥给你办了。你看柳岩，我们都是朋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浩哥，最重要的我想让我这个腿能够再长一点。这事你就交给我了，哥向你保证，脖子以下全是腿，就按圆规那么整。哎呦我的，哎呦我腿的，小美玲，长啊，你过来啊。他能把你腿整长了吗？你看他自己有腿吗？哎，怎么了哥呢？不是，我这不是腿，我这是尾巴呀。啊，会说话。来，浩哥，您坐。我也有点小事想求你。你看，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吧，我就感觉我哪哪都吹，尤其是这脸。你看，你能找人帮我整整不？那你想怎么整呢？那扎你认识不？哪吒看过？不是骑风火轮的，古力娜扎。娜扎呀？啊，朋友。哎呀，你看人家路子。娜扎不就是以前我找人就是给扎的吗？啊，那他扎花多少钱呢？他那一堆一块搁那摆吧，去底子好。对对，我记得是花3万给扎的。3万，
那浩哥，您看我这一堆一块呢？你这一堆一块要五万吧？五万，差那么多，太贵了，不扎了。扎，五万块钱换个那扎，性价比可以。浩哥，你看我先往哪扎？哎，哎，等会儿啊，那个煤气罐离我这军钩子远点。哎，那个浩哥，你看他俩都扎了，能不能找个人赠送两针给我也扎扎？你这就不用找人了，我就能整啊！我先去求针去，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太好了，妥了！哎呀妈呀，是我求针去，站出去啊！干啥去？求针去，他扎。你彪啊你！你能让他扎吗？你看他自己扎那个样，跟个军钩子似的。他要是有本事，早把自己扎得像个人了。大姐夫，能不能少整两句啊？啊？人咱家人都看出来了，人浩哥这能力有目共睹，浩哥这派头子绝对够用。行了行了，来开饭开饭，好，吃饭吃饭。哎呀，浩哥浩哥，顾及一下咱这军钩。那个，我说一下啊，爸妈过年去海南旅游去了，今天这个位置呢，那我就坐了啊。起来，这是主座，给你预备的啊。浩哥快请。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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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坐浩哥对面的，那我就没地儿坐了。你蹲着，一会儿我给你扒了点菜啊。行，来往这儿，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给大姐夫拿过去。好嘞，大姑父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新一代配方有机奶粉，增加小分子蛋白、益生菌等14种营养，营养特别丰富。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，老好喝了。不是你再好喝你也得给我点水呀。干嚼人呐，刮风下雨咱可以不知道，但自己什么位置千万要清楚。哎呦，深奥深奥。就我这个身份，你把我安排到你们家最主要的位置啊、嗯、以我来看档次还是有点低。是，我也觉得有点低。顺风啊，哎，弄根绳子把它挂脖子上，然后往上把它蹬蹬。姐夫能少小你的奶粉。这个小同志说话挺猖狂啊。营业执照这个东西在你手里是不是很难？非常难。在哥这儿分分钟。哎呀，你看那地方，之前我办这个东西都是收费的啊、哦、今儿我就看顺丰面给你们免费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大气，太感谢了。但是你公司装修这活得给我。等一会儿、啊、王小仙，你公司装修的事儿不用找别人，大姑父给你装啊。对，让他干吧，他便宜。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这一桌子聪明人怎么净办那糊涂事呢、哎、你不能给我点面子呀、啊、那我觉得浩哥说的对。那行呢，浩哥，我打听一下子，你那活干完之后得多少钱呢？啊，家人们上波福利呗。啊，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。哎呀，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，全国最低8万上车。秒杀，必须秒杀。上什么车呀？他那房子一共才8平米，用得了8万？浩哥，你把车下了吧，还是让我大姑干吧，他确实便宜，才800块钱还包工包料。800？怎么的、啊、拆都不够吧你装？不是，我们家就是我大姐夫装的。对，怎么的？我们家对，这屋是他装的啊。对，这屋咋说呢、啊、东北三省乃至全国就啥也不是。你懂装修吗？强电弱电布灯埋线我全能办，上水下水暖气跑水我全都管，门框脚线家具家电我全能干。你这屋防火防盗吗？灭火器防盗门，卫生间里边放浴盆，咋的不行啊？哎呀，你哦，我怎么的？我还告诉你，咱家现在最不安全的就是有那么一个人说话根本就不着调，还说我不着调，就你这屋这个地
怎么的？他就不平啊？地平？你别瞎说，这地怎么不平啊？这地怎么不平？看着没？就他那个嘴呀，比那个牙都硬，还怎么不平？起来，怎么的？试验一下啊！我就往这一躺啊，看着没？啊，躺不住啊！哎，他有按摩，你看，哎呦我的妈！我也纳了个闷儿了，这是怎么的？按沈阳怪坡那么装的啊？侄儿呢？啊，终于明白了。我儿子都快8个月了，到现在走路还摔跤呢。昨天还摔了一跤呢。大姐夫，原来是你的原因。你8个月摔一跤不很正常吗？哎呀，这个橱柜是谁装的？这橱柜是我装的，怎么的？平时谁在这儿待的时间最长？我。不用告诉我，一定是个胖子。你以前就胖。你以前那叫胖，现在这叫胖。甲醛严重超标。成功地杀死了你身上的瘦细胞，激活了你身上的胖细胞。怎么形容你现在这个状态呢？就是东北话，糊弄了。哎呀，一摁一个坑啊！什么玩意儿？你就去你家吧。我说呢，我在家干活最多，吃的最少，咋就减不下来呢？老公，全是你，都怨你。哎呀，大米，你跟这起什么哄啊？你胖是纯天然，跟后期没关系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咋的了，浩哥？咋的了？平时谁离这儿离得最近？那是我的卧室啊。废了啊！就是这个壁纸啊。啊？怎么的？等会儿，壁纸又怎么的了？有毒！别瞎白活，我这地址我买的，这壁纸环保的。你买的啊？跟那家有仇啊？敢安这个壁纸，你不就奔着团灭来的吗？这不？我天哪！啥情况？告诉你，得亏是我来早了。再晚来几天，就你那个脸，还5万、50万都扎不过来了。无凭无据，你冤枉我大姐夫。大姐夫，哎、啊，我闻闻啊。你闻哪儿啊？就这儿。别听他瞎说。哎，是有味儿，是有味儿。是不？发作了。哎哎，二胡，二胡，二胡。大姐夫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这是要谋害我亲夫啊！啊，二米，你大国夫，我说最近怎么你总让我上你家来呢？原来是把我送走了，霸占我爷爷家产呢！大姐夫，哎呀，大国夫，别吵了，有毒是不是？都过来！啊，干啥呀？咋的？这有毒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有毒？哎哎哎，哎，有毒是不？好，你跟他是干啥？闻了就倒是不是？来来来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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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味道好极了。大姐夫怎么的？你真钱了啊？舌头都拉红了，看见没？这是什么？我的妈呀，浩哥没事，我这大姐夫都舔了。完了，这人废了，有饭不吃搁这舔纸，精神上是不是有毛病？对，浩哥你这话说的对。哎呀妈呀，对，哎呀，你也不用不服，你装修这个东西物业你是不是得有人？哎呀，对，物业咱家在这儿，有我硬吗？等会儿我问问你，物业你认识谁呀？说出来我怕吓死你。哎呀，你快说，你最好坐下听。你听，我认识你们物业老大。谁呀？赵刚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起来！我今天就多余穿着军钩子出来。哎呀哈！听完赵刚子3个字还能亭亭玉立，没迷惑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你一抱赵刚子呀，吓得我这个心呐、砰砰的呀。哎呀，这不用砰砰的，跟哥好好处处，哪天我约上我刚哥、你俩认识一下。哎呀，高人呐、谢谢你呀、你给我介绍一下赵刚子、我太喜欢他了呀。必须的嘛。另外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看咱这个公司上税啊，就是2免3减半和5免3减半，你能找人帮着给办一下吗？分分钟。啥玩意儿3免5减的，是事儿吗？去年我老弟判2还3，我办的。另外我还求你个事儿，因为我爹呀今年86了，就想上天开个飞机，你能不能找人帮我爹办个驾照？哎呀，86想鼓秋飞机，战斗机就别研究了，我办个民航的吧。那你看我爹啊，第一次上天飞，那万一在天上啊，他跟人家追个尾、刮个蹭啥的，多不好啊！你能不能找人呢、给我爹专门批一块天？分分钟，批阴天，批晴天，天都让你吹破了，我们这大家错了。请问这是老范家吗？哎，是老范家，有位张厅长在这里吧？张厅长在这儿，就他。
看着没，遍地是朋友，官方都找我干活。听你很久了，这是第几家了？这哪有活去哪儿呗，你啥活，但是开天还得批地。行，我给你找个地方。这个小同志还找个地方，你算干啥的呀？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。哎呀妈，市场监督管理一家人，我认识你们那个小高，我小兄弟。那巧了，我就是小高。别整那么大的了，我还说我赵刚子呢，谁信呢？哎，嗨，你好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呀，都让他给骗了。现在办理营业执照非常简单，在网上申请，当天就能拿到执照。我们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，打造服务型政府，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行政申请，都能非常快速的办理完成。你们这种凡事找人办事的这个旧思想真的该改一改了。对，就说你呢。走吧。干啥的？去你该去的地方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搁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嘱咐两句话啊、哦、马上回来。官方找我干个活啊，我估计这次啊一去就得半年嘛。呀，半年挡不住吧？打住了，我总去。那你们那个公司呢也别着急装修，对吧？这屋你看也造个皮儿片儿，半年之后你等我出来，不是，你等我回来，这活你就交给我。装修这一块我拿捏的还是死死的。去你的吧，妥妥的。哎，等会儿还有件事儿、这个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呢、啊、我得拿吧，这半年营养我得跟上，走吧。哎，你别薅啊！你看着没？这屋地不咋平。二胡，这大姐咋回事啊？还没听明白咋回事啊？你那个营业执照，人大姐夫早在网上给你申请成功了。就刚才那个骗子，他从中间打了个时间差，带着你去营业大厅把营业执照给取回来，回过头来又来骗你的工程。哎，你是不是太巧了？石老公，干啥？让你受委屈了啊？嗯。大姐夫，其实我这脸垂不垂呀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，大姐夫，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冻龄男神。大姑父，那个对不起啊，我公司装修呢还得你来，毕竟那漆你舔过了，环保这一块呢安全。大姐夫，既然都是误会，咱就开饭吧。我坐那儿。起来，干啥呀，顺风？怎么的？这地儿是你做的吗？那你坐，你坐，我坐这儿。起来，是你坐的地方吗？过去，过去。那我坐这儿。起开，是你坐的吗？我起开，那边起，起来。哎呀，你们都有座。哎，这有个座。来呀，把酒杯端上来。按照咱东北的规矩，把红酒醒上，白酒烫上，啤酒拔上，欢乐翻饼店，祝全国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！老铁，想看更多小品吗？不用东翻西找，您想看的小品都在这里，赵家班、德云社、开心麻花应有尽有。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点击公众号，输入框输入大腕小品，关注大腕小品，每天更新，不见不散。